这是艺术家妞妞的新作秘密花园。跟她的其他作品一样，画面由大量的线条组成，它们构成了各种波纹和图案，充满了一种纯粹的美感。想象艺术家所描绘的世界，平静、安详，又充满了神秘。郭海平老师说，其实妞妞有很高的天赋和修养，除了画画，她喜爱读书、写诗，也爱听音乐和弹琴。画画之余，她喜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安静的独处。在我弹琴的过程中，妞妞的妈妈一直在我身后，一边听一边录音，而妞妞本人则选择了她的习惯，远远地坐在大厅另一侧的沙发上，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地听我弹。